来关心影剧消息，25岁的亚太影后张荣荣即将呢和33岁的歌手纪嘉松步入红毯了，而且纪嘉松呢在脸书上也证实了这项喜讯。他说呢，其实他在7月的时候就向张荣荣求婚了，而且两个人在上个月初已经在巴厘岛完成了订婚仪式，预计在明年就会步上结婚礼堂。而外传影后会闪婚，其实呢可能是有了身孕，不过经纪人还有当事人呢都低调回应。亚太影后张荣荣今年才亮丽走上金马星光红毯，但再过不久，她即将步上自己人生的婚姻红毯。25岁的张荣荣和大8岁的纪嘉松绯闻传了1年多，从没承认交往。18号晚间突然宣布喜讯，纪嘉松也透过脸书证实这项消息。而向来对私生活很低调的张荣荣，这次突然宣布嫁人。有媒体爆料，张荣荣已经怀孕2个月，对此张荣荣经纪人不愿正面回应。半糖5分，微糖3分，还是你要5糖？张荣荣今年可说是爱情事业两得意，凭电影《逆光飞翔》入围金马最佳女主角，还要代表台湾远征奥斯卡最佳外语片。今年33岁的纪嘉松出身音乐世家，父亲是台语乐坛教父纪明扬，发过2张专辑，获得不错口碑。纪嘉松不怕公布喜讯会影响偶像身价，大方公布订婚，希望大家都能给予祝福。 UDN TV 洪彩玲、陈廷瑜台北报道。